饼干圆圆，我最喜欢吃饼干，饼干饼干甜甜，我会自己做饼干。嘿，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做饼干吧，来把袖子挽起来，摇一摇，团一团，跳跳跳，饼干饼干圆又圆，饼干饼干圆圆，放进热热的烤箱，饼干饼干甜甜，饼干饼干转转转。夫妻鸡爸爸和鸡妈妈，他们相敬如宾，恩爱有加。不久他们有了自己爱情的结晶，鸡妈妈也变得忙碌起来，每天不辞辛苦的孵蛋，鸡宝宝们也一直不停地努力伸长着自己的身体。终于有一天他们破壳而出，好幸福，好感动啊！是呀是呀，多么幸福的小鸡一家，爸爸妈妈都好伟大呀！是啊，道格摩尔，还有电视机前小朋友们，我们的爸爸妈妈为了我们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大声地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啊，我们的小厨师们到了，快进来吧！做的是幸福的小鸡家，快看，噔噔噔噔，哇，是不是很棒？哇，看起来非常的可爱，对不对？对。那在做这道美食之前，我们要怎么做？洗手。好，一起来洗手吧。我摸每个新小手，看谁泡泡多又多，搓搓搓。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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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洗完之后别忘记关掉水龙头。好，小朋友们，我们已经把手洗干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幸福的小鸡一家。啊，做这个小鸡的一家呢，我们会用到这个，认识吗？娃娃，是黄瓜。
吃黄瓜啊。你们喜欢吃黄瓜吗？喜欢。哎，黄瓜呢非常的清脆爽口，而且呢很有营养，对不对？对。小朋友们现在像红果这样，哎，捏住黄瓜的两头，哎，觉得像不像我们在骑自行车呀？像。啊，我们扭动起来。哎，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三二一，一起来。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哦，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像大力士一样。大力士是什么样子的？给我展示一下。大力士呢有很强壮的肌肉，对不对？对。我们要扮大力士做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黄瓜给掰断。我们使出全身的力气，举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太夸张了。拿起其中半根，接下来我们怎样才能把它变成黄瓜丝呢？谁有办法？哎，用这个，用这个。啊，都已经看见了。好，小朋友，现在呢，我们就要用这个工具呢，把黄瓜擦成丝，怎么用呢？哎，这样放进碗里，然后呢，把黄瓜，哎，这样。啊啊！大力士要使劲喽。小朋友快看，搓出来的黄瓜丝就是这样的，哇，很细很细，我可以尝一下是什么口感。我先尝一下。好吃吗？好吃啊，对不对？对。好，黄瓜丝呢已经擦好了，我们先放到一边。接下来呢，我们会用到一种蔬菜，是什么呢？我们来猜一猜啊。这种蔬菜呢又细又高，然后呢，头上呢还会像我们一样有一顶白色的帽子，是什么呢？小蘑菇。哎呀，不完全对啊，它是一种菌类，那到底是什么呢？啊，金针菇。金针菇。这么厉害啊，都猜出来了啊，没错，就是金针菇。平时吃过金针菇吗？吃过。哎，那金针菇有哪些营养价值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金针菇适合生长的地域非常广阔，菌肉脆嫩爽口，风味独特，是餐桌上的佳品。金针菇因其细长似金针菜，故称金针菇，又有人称之为智力菇，因为其具有很高的药用食疗作用，能够缓解疲劳，提高人体免疫力，特别是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智力发育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金针菇原来那么有营养啊，快看，当当当当，这个呢就是生的金针菇啦。平时小朋友们喜欢吃金针菇吗？喜欢。吃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呀？告诉我啊。脆脆的。脆脆的。金针菇煮熟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快看，变成了什么呀？软软的。啊，很棒，变软了是不是啊？对。嗯，这个呢就是煮熟的这个金针菇。好，接下来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模仿金针菇好不好？好。金针菇的顶部呢就像我们这样，头上有一顶什么呀，白色的小帽子，对不对？然后呢它是直直的高高的啊，像红果这样，一二三，我是金针菇。好，放下来，我们再来一遍啊，一二三，我是金针菇。好，放下，一二三，我是金针菇。好，接下来呢，小朋友们，让我们把这个煮熟的金针菇放进黄瓜丝里。好，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用手把它撕开一点，因为有些金针菇呢，它是连在一起的。
走好，姑姑还准备了一种调料，这里面放有香油、醋、酱油，还有盐哦。我们可以用手指蘸一下，嗯，是不是香香的？还有点酸酸的。好，看起来好吃，真好吃，我们都吃啊。好，我们把它倒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到这个啦，用它来搅拌，让这个醋啊、黄瓜丝啊，还有调料混在一起，让它们成为泡泡冰。搅拌完之后呢，我们拿出盘子放到我们的面前，然后呢，用勺子呢把它捞起来，好，放到盘子当中。像我这样，把多余的水分控掉。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勺子呢摆出这个鸟窝的造型。首先呢，要把它围成一个圆形，然后中间呢给它凹进去一点。接下来呢，我们要做鸡宝宝。当当当当，看看这个呢就是鹌鹑蛋，我们就用手，哎，像我这样给它撕开。好，鹌鹑蛋已经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做小鸡宝宝。红果窝手里呢拿了一种工具啊，哎，可以上下活动的。好，拿起我们包好的鹌鹑蛋，胖胖的这一边呢往下放，然后呢，好压一下，压完以后这边再压一下，好，轻轻的压，不能太使劲哦。好，快看，切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出了壳的小鸡宝宝，当当当当。那鸡爸爸鸡妈妈怎么做呢？只要把上面的盖子呢扣在一颗完整的鹌鹑蛋上，然后加上眼睛和嘴巴就可以了。好，这就是小鸡的眼睛。好，这是小鸡宝宝了。这是我做的鸡爸爸，鸡爸爸是这个样子的。快看，我的鸡爸爸、鸡妈妈还有鸡宝宝就做好了。做好之后呢，拿出我们事先做好的鸟巢，哎，把鸡爸爸还有鸡妈妈、小鸡宝宝放在一起。那用了同样的方法，我又做了两个小鸡宝宝，哇，好幸福哦！好。幸福的小鸡一家就做完了，小朋友们太棒了，为自己鼓掌啊，好有成就感哦。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呀？烧饼干。擦擦桌子，洗洗盘子，啦啦啦啦啦啦啦，刷刷杯子，整理整理，养成好习惯，小朋友们都很棒，啦啦啦啦啦啦，动手很快乐，一起做美食。幸福的小鸡一家，你们都学会了吗？让我们再来做一遍吧。第一步，把黄瓜擦成黄瓜丝，并与金针菇混合搅拌。第二步，放入准备好的调料，搅拌均匀，并做成鸡窝的形状。第三步，用鹌鹑蛋制作小鸡一家。最后，放在准备好的鸡窝上摆盘装饰，这样幸福的小鸡一家就做好了。哇，太棒了！我们做的幸福的小鸡一家，接下来就可以吃了。在吃之前呢，我们先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好，一起说，小厨师。好吃吗？好吃。哦，你给我举上，给我举了。真好吃了。真的。
超时。摩尔，过年了，好开心呀、啊！大家都在送祝福，我们也送给小朋友们一些祝福吧。好呀好呀，走起来！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六大顺利。啊，大哥，有情况了。快去看看小朋友发生什么事了，快走。哎，好多好吃的呀，小咕嘟最喜欢吃好吃的了。这里有好多糖，小咕嘟先来吃一个糖。我先来吃一个饼干。我先来吃一个橘子。小咕嘟，小朋友，快停下！怎么停了？这么多好吃的还没吃呢。吃东西之前不能直接吃。哦。小朋友们，道哥考考你们，吃东西之前是应该看一下日期再吃，还是直接吃呢？应该先看一下日期再吃。答对了，要看一下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我来看看日期吧。在保质期内，这个食品是安全的，你们吃吧。耶、yeah, 可以吃喽。你小咕嘟这是什么呀？停停停，手里拿的是什么呢？太危险了，这是干燥剂。啊，干燥剂，这是什么呀？小朋友们，干燥剂是为了让食物保持干燥的。是这样啊，摩尔来考考你，食物里的干燥剂应该怎么处理呢？干燥剂应该扔进垃圾桶里。我们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吧。好，记得吃好吃的。好，我要吃这个海苔。我要吃那个棒棒糖。啊，不好，啊，停停停！吃的好好的，怎么停了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来考考你，吃零食的时候是应该适量呢？还是可以吃很多呢？吃零食要适量。哦，答对了，你们太棒了。小朋友们不能吃太多零食，我先帮你们保管，你们去漱漱口吧。好，走啦。干燥剂要扔掉，零食不能吃的太多。小朋友们，你们都记住了吗？我是道哥，还有我是摩尔。再见，再见，再见，再见。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请你像我这样做。我就像你这样做。十二生肖，寅虎卯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赶快站起来，和绿泡泡一起来学十二生肖武术操吧。敬礼，林斌，树，赵，风，岩，牛，气，冲，天，福，虎，生，威，动，如，脱，兔，龙，飞，凤，舞，印，蛇，猪，豆，万，马，奔，横，三，羊，开，泰，内，横，线，豪，金，鸡，独，立，
巨雕金猪拱门。小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让我们再来一遍吧。树照风年，树照风年，牛气冲天，牛气冲天，虎虎生威，虎虎生威，动如脱兔，动如脱兔，龙飞凤舞，龙飞凤舞，引蛇出洞，引蛇出洞，万马奔腾，万马奔腾，三阳开泰，三阳开泰，美猴献桃，美猴献桃，金鸡独立，金鸡独立，狗尾续貂，狗尾续貂，金猪拱门，金猪拱门。小朋友们，我看到你们都学会了，你们真是太棒了。小朋友们来信了，我们很高兴。小朋友们来信了，我们很高兴。咕咚信箱，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咕噜咕噜，大家好，我是小咕咚。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在微博上艾特我们吧。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吧。红果果绿泡泡你们好，我叫朵儿，每天晚上我都准时在电视机前与你们见面，我和妹妹都特别喜欢你们还有小咕咚。太棒了，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今天啊，我教大家做的美食真的是非常的好吃，你们学会了吗？如果学会了，就把你们做的美食拍成照片或者是 DV 寄给我们，凡是给我们写信的小朋友都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栏目送出的精美礼物，赶快行动起来吧。咕噜咕噜，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吗？和我们一起唱起来吧。发条微博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传张照片和我一起分享吧，艾特我；拍段视频画张图画寄给我，寄信地址一定要记牢，要记牢哦。北京市幺零零零三八信箱，亚太信箱，智慧树栏目咕咚收，小咕咚收，邮箱编码是幺零零零三八啦啦啦，小朋友们快点来。